黄志刚啊，是不是真的大个咗咧就可以掂到啲云噶？系啊，做大人几好啊！啊，可以化妆，又手指甲，着丝袜，着高踭鞋，仲可以日日揸车出去玩，啊、可以唔使补习，唔使交功课。考试成绩唔好，唔使见家长，仲有可以唔使再食妈咪煮嘅饭。嗯，晚晚过晒钟唔瞓，都唔会俾人闹。我哥哥唔会再同我争夜玩。哇，仲可以自己一个人霸晒成间房，耶！几好啊！林志玲系咪好傻咧？我哋黄志光都系做细路好啊，可以追下猫，追下蝴蝶，唔使日日俾人追 deadline 啊！做细路梗系好啦，可以四围挡，都唔会有 traffic jam。唉，可以点放飞机啊，都唔会被 client 闹啊！可以每次跌亲都会有人扶翻你起身、啊。话时话，我哋家阵都几好啊，都有个属于自己个家。醒啦，闹钟起身翻屋企啦，林志玲。今晚你拆你煮啊？快熟面啦，不如。